欢迎各位来到优酸乳中国说唱巅峰对决。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联盟大战，这一轮的项链争夺战是改编赛。通过上一周的抽签，四大联盟的两组对决关系已经全部产生。不要抽到傻和大笨钟，不然我们改我的拼音。我想赢这次，新仇旧恨。我觉得这轮要刚起来一点，所以我觉得这一轮是很可能可以赢的。这个太猛了，兄弟！哦，赢了，赢了！改编的歌曲我们大概有一个内容了，就是你们想的那首歌。逆转之路就从这一场开始，鹿死谁手还不知啊！这场改编歌曲必须拿下。我觉得输赢从来没给我带来一点危险的感觉。大家都是爱江山更爱美人，更何况我们都有两个美人。如果他们这首是霸气，那我们这首会有点仙气。我们今天真的是来赢的，就得赢一把了。这是总决赛吗？这么搞啊！我天啊！